请点右下登入，请输入您的账号密码，也可绑定你的 FB 或 Google 做快速登入。欢迎来到学习教室，主功能都在右上汉堡选单。课程中心内是你购买的课程，向下滑动找到我的课程，选择你要看的课程，选择要看的章节，再点选播放。怎么会这样？别紧张，看下去。手机平板看课程要确认浏览器是否切换行动版网页，切换为行动版网页就可以去上课了。第一次观看需到 App Store 安装 App， 系统会主动引导你去安装。这里要留意，安装后要回到网页去点选播放跟下载，这样才会开启 App 来播放课程。下载教学，下方会出现开始下载。下载完成再到我的课程。这边提醒大家，直接播放就回到网页。好，各位同学，网络不顺可多利用下载来学习。下面简单介绍其他功能，学习记录会在隔日统计。免费课程，选择试听课程，找寻你要试听的类别。免费课程播放不用安装 App。设定可以调整影片播放速度，也可全荧幕调整及观看。免费题库，这是我们历年来收集的大考题目。考古题也是我们历年来收集的题目。我要发问，会员可以将你遇到的问题再次反映。发问记录可查询回复。会员中心，我的账户，会员可在此修改你的基本资料，也可在此修改密码。